《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一章《雄杰悲歌》一，横扫千军如卷席。胡服骑射两年后大见成效，赵国练成了三十万精锐新军，十万进装步兵全部驻守赵国南部关隘，以应对中原。 二十万胡服飞骑则全部驻守长城一线。第三年，赵雍将邯郸国务交肥义辅助太子赵章执掌，自己北上长城，准备大举扩清边患。公元前三百零五年初夏，赵军首战突袭临湖大本营，拉开了扩边拓地的序幕。战前，赵雍与楼缓、廉颇、牛赞精心筹划。 已经对临湖各部族游牧地带与黄岐海大本营之兵力分布了如指掌，突袭路径反复探查无误。更要紧的是，楼缓早早已经派出十余队商旅深入草原，名为与林湖通商，实为在赵军沿途筹集囤积大量马奶子与牛羊熟肉。赵军的总部署分为三路，楼缓坐镇雁门关防务。 同时集结数民马队、牛车为大军输送给养。廉颇率领十万飞骑驻扎雁门长城之外，以防东胡楼烦突然劫掠以及临湖突围南逃，并随时准备出动策应。赵雍亲率十万飞骑，以牛赞为前军大将，直捣黄岐海。四月末的一个夜晚。 赵军十万轻骑从雁门关外出发，偃旗息鼓飞向了东北方辽阔的草原。恰恰是一夜一日，赵军飞骑抵达鱼延水上游的山地河谷，一夜休整歇息。五更时分，赵军出动，恰在天色将亮未亮之时，轰鸣的雷声骤然在临湖大本营炸开。骄横的临湖部族根本没有料到赵军竟敢深入黄岐海。 仓促应战，两个时辰后不能抵敌，直向西南方的岱海草原逃去。连续西逃三日，素有剽悍灵动的灵狐骑兵，竟无法摆脱赵军飞骑的穷追猛打。情急之下，林胡单于召各大部族头人紧急聚商，认定这是赵雍的孤注一掷。若拼力杀回，一举战胜，或可长驱南下。于是，林胡部族以岱海山原为依托。 聚集全部族人，可战者三十余万，要与赵军殊死一搏。赵雍见林胡大军突然死战不退，立即明白了其中奥秘，在下令牛赞狠狠咬住林胡主力的同时，即刻飞书调来廉颇的十万飞骑参战。三日之后，两支大军共五十余万骑兵在岱海草原展开了旷古未闻的大拼杀，激战三日。 林胡部族死伤二十余万，终于仓皇北逃。赵雍下令廉颇率大军回防，毫不犹豫地亲率六万飞骑向北穷追林胡。连续两个月追击，大小接战三十余次，林胡每战必败，只有望风而逃。在炎炎盛夏到来之时，赵军已经追到了大漠茫茫的北海，南距长城已是数千里之遥。 赵雍这才下令停止了追击。一战根除林湖大患，赵军飞骑威震大草原，诸湖匈奴大为震动。次年开春，已是强弩之末的东胡部族联兵西北匈奴诸部，东西两路大举南下，要夺回阴山以东的林湖大草原。飞骑军报传来，赵雍哈哈大笑：“鸟！” 我正要一鼓作气，他竟打上门来，天意也！长城下一番记忆，赵军兵分三路迎敌，牛赞率部三万向东迎击东胡，楼缓率军三万居中前出代海策应，赵雍自己则亲率飞骑大军十四万，以猛将廉颇为前军大将，飞骑出云中草原截杀匈奴骑兵。 西北方的戎狄诸部臣服秦国之后，从茫茫西域不断流窜迁徙到阴山北部的匈奴诸部便逐渐强大起来，已经隐隐然对秦赵两国形成了压顶之势。但其实秦国军威正盛，匈奴畏惧于秦军战力，尚不敢对九原云中以南的秦国上郡大肆骚扰，于是对赵国北部的大草原垂涎欲滴。 然则，这时临湖东湖压在赵国头顶，占据着这片水草肥美的辽阔牧场，匈奴也不敢轻易对临湖东湖公然挑衅，所以长期以来，匈奴尚没有对赵国形成直接威胁。如今，最是剽悍善战的临湖丢下如山尸骨，消遁而去，东湖不足以对抗赵军，纵使廉结南面的楼凡。 也同样不是赵军对手。放眼草原大漠，唯有新崛起的匈奴堪与赵军一战。于是，东胡首领派出飞骑特使，约请匈奴诸部起兵，打败赵国后共分临湖草原。匈奴单于大喜过望，召来诸部小单于一说，人人欢呼雀跃，异口同声：“临湖猎豹无能，若遇我匈奴大雄。” 必将赵雍这只肥鹿撕成碎片，踩成肉泥。战国中期，匈奴的强悍凶狠尚是初显，并不为中原战国所重视。除了秦、赵、燕三国，其余中原战国对匈奴可说还是不甚了了。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华夏，匈奴之患才日渐成为最大威胁，及至两汉。 屡遭匈奴之大害，与多次对匈奴大反击之后，“匈奴”两个字便成为中国整个北部边患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朔方噩梦，以致有了“四夷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之恐怖信。直到近世，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林则徐仍然疾呼：“英法诸国皆不足患，中为中国患者，其北方。” 俄罗斯虎，这是后话。究其源流，匈奴是一个源于中原而杂成于阴山漠北地带，且不断聚散分合的奇特的游牧族群邦国。在中国历史上，匈奴作为游牧群邦国，只存在了五六百年，东汉三国之后渐渐解体，兴散复原为北方诸胡。 春秋之前，匈奴的前身部族散布于中原腹地及其四周的蛮夷山地草原之中。武帝与夏王朝时，匈奴前身部族叫做昏州，殷商时叫做勋州，西周时叫做贤远，春秋时叫做贤远，直到战国中期才有了“匈奴”这个名号。后来的两汉之事，对匈奴详加揣摩考证。 认定匈奴是山戎、犬戎、赤狄、白狄、昆夷、犬夷等部族被驱赶出中原后的残部聚合。匈奴这两个字音，则是中原人听胡字多有转音而最终的念法。两汉尚未顾及的一点，便是此时的匈奴还融合了从遥远的西方向东方茫茫大草原流动迁徙而来的罗马流亡部族。 以及后来被称为罗刹国、鲜卑国、五胡等的北方游牧族群。大要而言，三代之时的诸胡部族尚是中原最大的威胁。所谓匈奴还正在成形，还没有成为北方大漠草原部族的总称。直到数百年后，匈奴政权大体成形，诸胡残部融合成形，匈奴始告形成。此一后话。 赵军久与胡人周旋，对北方部族的动静自是着意汇集。尤其是赵雍即位，对北方胡人久有图谋，例行胡服骑射的同时，派出了几十支商旅深入胡地，对北方所有大部族都做了一番实地探查。商旅斥候们的种种描绘，终使赵雍心头落下了一个深重的印记：匈奴凶悍无闻，必是赵国劲敌。 这时的匈奴总人口不过两百余万，只大体相当于赵国一两个郡的人口而已。匈奴有三十余个大小不等的部族，其自治情势犹如中原夏商周三代的诸侯。匈奴总首领呼为称黎孤徒单于，称黎孤徒者，天之骄子也；单于者，广大无边也。此等意思，中原人直到数百年后的西汉才弄得清楚。 战国之事，只是一因，直呼其为单于罢了。为了与其部族首领的小单于区分，便将单于总头领简单呼为大单于。匈奴是滚雪球般壮大成型的，无论是千百年前来自中原的游牧族，还是后来从西从北遥远迁徙来的游牧族。 但凡来族，只要臣服于既定的匈奴部族势力，便可得到一大片草原湖泊定居。除了打仗时共同出兵，并对大单于有些许年贡，寻常游牧生计，各部族完全自治自立。便是族群最高首领的大单于，也需得首先是某个特定大部族的首领，否则没有实力在打仗时统御诸部。 因了辖制松散，流动迁徙的诸多游牧族乐于归附匈奴，终于在战国中期成了气候。商旅斥候们回报说，匈奴无文字，无文书，凡事但以言语约束；匈奴无成文律法，无固定牢狱，最高刑罚也只关押十日，寻常十日，全部囚犯不过数人而已。 凡事皆以约定俗成之风习处置。匈奴人风习蛮荒，自大单于之下，皆食畜肉，不食五谷，以各种兽皮为衣，以毡球为铺盖而卧。举足以老弱为贱民，以壮健为尊贵。青壮食肥美之肉，老弱只能食弃骨野果。纵是首领单于，老去便得交权。 否则要被青壮成袭者无情杀死。父亲死，儿子以母为妻；兄弟死，剩余兄弟分其妻,妻为妻。男女杂交，无所顾忌。匈奴人有名无姓，粗力剽悍，以骑射为能。少儿便能骑羊引弓射鸟，长成则畜牧游走，并射猎禽兽为生。匈奴人的兵器只有三样：空弦、弯刀。 蝉，空闲是匈奴对弓箭的叫法。蝉是一种三五尺长的铁柄短矛,矛，远则射箭，中则制蝉，近则弯刀拼杀，是匈奴的主要战法。匈奴人战功无封，但以战俘与掠来财货归己而已。勇士但斩敌首，头领便赏赐一支酒，以为激励。 是故，匈奴人为利是争，争夺草原牧场及抢掠杀戮，从来不顾死伤。寻常时日，也是人不持弓，马不解勒，随时准备厮杀。折欲夺利，则死战不退；但有逃遁者，则视为最大耻辱。若此战无财货、土地、人口之力可夺，纵单于下令，也是鸟兽星散而去。 凡此等等，都使赵雍得出评判：匈奴骑兵此举要夺取岱海草原，其力丰厚无算，必是更加凶悍。此战若是匈奴得手，赵国头顶便会压来一股比三胡更为凶悍的势力，赵国将岌岌可危。此前赵军从来没有与匈奴交过手，必须自己亲率大军决战，方可万无一失。 四月初夏，赵雍大军从秦国头顶过云中，正正堵在匈奴西来的必经之地阴山草原的东口，要在这里与匈奴大军做殊死一战。此时，大河北岸的云中九原虽是秦国北部要塞，但除了城堡，秦军势力还远远不足控制秦长城以外辽阔的阴山草原，北起燕然山。 狼居胥山的匈奴大本营，南至阴山的数千里草原，都是匈奴诸部的游牧区域。秦军正在中原征战，尚无力北出长城驱逐匈奴。匈奴也畏惧秦军，只敢在阴山草原游牧，而不敢将大本营南迁阴山草原。如果匈奴此战成功，夺得阴山草原东部的岱海草原。 则势必将大本营单于亭迁到水草更肥美的阴山草原或岱海草原，对秦赵两国立成压顶之势。此等大事，赵雍看得一清二楚。大军出动之时，前军大将廉颇谏言：西进二百里便当扎营，无需越过云中，以免在此时与秦国冲突。赵雍大手一挥，进。 越过云中才是最好的战场。秦国此时要发昏撤走，赵雍一并拿下云中九原，给米八子母子点颜色看。当赵军隆隆开过云中长城外时，秦军守将迎报，立即飞骑报入咸阳，请求出击赵军后路。旬日之后，咸阳特急与书飞到。 非但严令云中九原之秦军借道于赵军，且特赴一道宣太后手令：若赵军不待，秦军需立即开出长城助战，违令者杀无赦。营豹本是秦军铁骑猛将，得令立即整顿三万军马，做好了随时出击匈奴的准备。 如此一来，赵军平安无事地越过了云中长城，西进一百里，在云中九原之间，选择了两山遥遥对峙的一片大草原做战场。五日之后，当以逸待劳的赵军已经隐秘部署就绪之后，斥候飞起来报：匈奴大军二十余万已抵达阴山西路，却突然扎营休整，不知何故。 今日何日？赵雍突然问。廉颇答道：“四月二十九。”赵雍大笑：“天意也！老将军，变个打法。大兵压境，何能仓促变军？”老城池中的廉颇大是困惑。老将军忘记了？赵雍笑道：“匈奴习俗。” 随月盛壮而攻城，月亏则休战退兵。此次千里南下，却正赶上月末抵达阴山，必在阴山后扎营休整旬日，待到月圆之时东进攻我，岂有他哉？廉颇又皱起了眉头。此节原是无差，只是他住得半月，将我军部署探查明白，却难收突击功效了。 岂容他安然半月？赵雍冷冷一笑：“何为天意？便是我说的，变个打法。”廉颇思忖一阵，恍然惊喜道：“君上是说，夜袭大战？”赵雍拍案而起：“对，夜袭大战，给匈奴蛮,蛮子猛灌一坛赵酒。”次日入夜。 大草原月黑风高，赵军十万飞骑衔枚疾进，分为三路翻过阴山，直扑匈奴大营。匈奴骑兵是各部族自为军营驻扎，相互间根本没有战场呼应所需要的距离，只是捡水草方便处各自扎营罢了。近者拥挤成片，远者则三五里间隔不等。 说是营区，却没有壕沟、鹿寨之类必备的防守屏障。更兼为了轻便，匈奴人从来都是开春行军不带帐篷，但遇夜宿，点起无数篝火堆，烧烤牛羊，大喝马奶子，吃饱喝足，裹着毡片子呼呼大睡。每个营圈外只有星星点点的巡视哨兵，如大雁宿营一般。及至中夜时分。 遍布阴山西路大草原的篝火渐渐熄灭静静无边的鼾声夹杂着战马时断时续的喷鼻低鸣，浓浓的烧烤牛羊的腥膻夹着马奶子的酸甜酒气，随着浩浩春风在草原上弥散开来，确切无疑地向大草原宣告着匈奴大军在此。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十一章《雄杰悲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